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么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。圣经其实一早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一个城市只有一间教会的，所以于是乎我回到来的时候，我想住做平信徒的嘛。如果未找到那间教会，继续等，但是在个过程当中，我就继续去预备啊、祷告啊，而并且呢，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神讲，只要神理时代计划那间教会呢，我找到在香港呢，我就放低晒所有，我不理那间教会是七个人啦、六个人啦、十个人啦、七八个人啦、七十个人啦，总之我放低晒成间教会，我哋全间教会过去嗰度，我做平信徒，我喺嗰度。咁多年里面呢，我同权威都常常分享呢样嘢啦，常常计划呢样嘢啦。原因就系呢个真理呢，我系一直都相信嘅，而并且佢一直喺历史上面呢证明一次又一次系个事实。咁而家你就明白，我而家讲呢段嘅说话，香港基本上呢占咗一半以上嘅牧师呢系唔信，另一半牧师一定会争呢样嘢。因为点解呢？即系话，诶，咁啊，即系100%，系啊，因为好简单啦，你见而家呢啲教会做咁嘢喺度，系咪？佢哋有冇参与神嘅时代计划？咁啊，梗系冇啦，系咪先？咁当然你要记住，就算而家呢啲教会想栽入嚟咧，都唔会俾噶啦，因为已经过咗时啦嘛。因为神嘅时代计划，哦，等到你，哦，见到，我见到我哋有赚钱机会，哎呀，我拜开金牛族噶，我得啦，我由呢一个嘅伯特利同埋呢一个嘅但。拜开金牛族，我转嚟石安啦，因为石安赚到钱嚟噶，佢出名吓，我而家过嚟啦，明唔明啊？你放心啊，而家就算呢啲教会过嚟，我都唔会俾佢过嚟，因为而家已经过晒时间，神已经开始越嚟越印证嘅时候，系人都想过嚟吓，分一杯羹啦，已经，我嚟过嚟全职得唔得啊？系咪？我带成间教会嚟，我过嚟全职，我分一杯羹呢啲荣耀啊，呢一啲嘅地位得唔得啊？系咪？但人就系咁衰噶啦，就系咁啊！而家就系话好多人佢根本就系拜。金牛族啦、地头主义啦，由头到尾佢根本所崇拜嘅偶像咧，都未变过。佢一直都唔系神，一直都系佢嗰个赚钱机会啊、出名机会啊、名成利就嘅机会啊，咁样咯。咁讲翻啦，当时我就系喺灵修当中咧，其实我好肯定呢个真理系真实嘅原因咧，就是、因为如我所讲啦，每个礼拜神系细问一次，每个月系大问一次，即系连续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、个个礼拜一定问一次噶啦。但是会到一个月之后呢，他就问，嗱，真係㗎啦，如果真係有间咁嘅教会，你系咪真係斩钉截铁你要同我啊，即係誓神劈愿啊，你 promise 我，你应唔应许我做呢样嘢咁？我同神讲，一定，我一定应许你，放心，即係我嘅生命都系你嘅，只要俾我揾到啫就得㗎啦，我唔使有任何流难，唔使有任何嘅困境嘅，我完全放低，就算因为咁而饿死我都冇所谓，我一定会去神你嘅时代计划教会，有你嘅同在嘅教会。所以其实呢，就如我所讲啦，揾嗰间教会系好易嘅，弟兄姊妹相对，只要你有冇咁嘅方向啫嘛。其实你就系揾嗰间，因为神有一个地区喺你车程范围之内，一定只有一间教会咧，系有佢嘅同在啊，有佢嘅印证啊，佢嘅恩膏。所以话难唔难，话易唔易 ？OK， 话易唔易就原因就有啲人真系冇咁嘅心，咁佢永远都揾唔到。但如果你真的要找呢，其实很短时间就已经可以轻易找到有神同在的教会，是不同的那种的恩膏啊，那种的能力啊，那种的同在啊，那种的启示啊，让你立体的认识神的。而但问题那个值不是仅止于此，因为他立体让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一路装备你呢去完成那一段落的神的时代计划。就像当时全个世界只有摩西出埃及是神的时代计划。因为点解啊？因为建立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啊嘛，系咪？咁好啦，进入迦南美地嗰阵时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咧，就系做会幕啊、圣殿啊，去敬拜神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变咗，你发觉神嘅时代教育就系喺嗰度噶啦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去到新约咧，这个就明白。而家点解主耶稣基督讲话天国咧，终于俾外邦人啦？就话本来以前咧，旧约系全个世界净系得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系有呢一样嘢嘅啫。但问题到新约嘅时候咧，你睇到教会就将这个福音带到全世界不同地方，但是带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整个新约都给我们知道呢，当时明明复兴劲过现在，信主人数天天都断千断万做单位的，在全世界都大复兴的，为什么不是说一个城市有几十间教会呢？是不是复兴过现在很多？但是问题你会看一个城市都是仍然得什么都是一间教会的。其实一路都已经讲给我们听一件事，就是神的时代教会就是这样完成了。咁以弗所有冇完成神嘅时代计划？梗系有啦，你净系睇下以弗所书咪证明咗系咁样啦。
有以弗所在，他做回他应该做的事，然后封书信就写给他们。如果世界上是没有以弗所这间教会，根本就没有以弗所书，圣经就只得65卷书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哥林多呢，原来他们每一间教会都其实是完成了神的时代计划，因为这间教会的存在，他的茁壮而导致到呢这些的书信写成，他就完成了那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有讲的这些的以弗所书啊、希伯来书啊，很多这些的书卷给我们去看了。所以变成在当时呢，可以肯定啊，这些牧师当然不知道啦，我望住他们的时候啊，我望住他们的态度的时候，随时即是香港啊，譬如就算我见包德灵又好，或者我去小群教会又好，因为讲地方教会这个教导呢是当时魏托星啊、李常寿的嘛。而事实上魏托星、李常寿我可以肯定啊，在半个世纪前呢，神的时代计划就是那一间教会。但是之后呢是转了的。那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原来神的时代计划呢是只会在一间教会。所以如果那间教会呢，它完全脱离了神的什么方向和时代计划的话呢，神的同在就走去第二个宗派了，走去第二间教会了，走去第二批人了。不嬲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以前小群教会它是不是神的时代计划呢？我可以肯定是，当我睇翻佢啲资料啊，佢哋嘅教导。但系当我翻嚟香港嘅时候，我去参观呢间教会，我直情已经预备好咧，喺香港咧绝对有十间以上啊，系我觉得咧随时就系我要栽入去嘅教会噶啦。而小群咧系前三名啊嘅其中一间嚟嘅。我以当时我系平信徒嘅身份去参观啊，我当时唔系仲唔系一个牧师，因为最早有几间咧，譬如真道啊、复兴啊，同埋小群咧，其实佢当然咧，佢哋牧师唔知道。我去嘅时候咧，我以一个乜嘢眼神啊？我系希望栽入呢间教会，参与神嘅同在。但系当我去到咧，无论我参观几多次、参加几多次，都完全冇神嘅同在喺度嘅。神嘅时代计划已经唔喺嗰度。而事实上咧，因为我点解会知道咧？因为我曾经参与过神时代计划嘅教会啊嘛。我曾经在真道最辉煌的时候，他还在神时代计划当中，我参加了他两年，一年松一点的聚会。而另外呢，跟着他的泰定又是了，他就在神的时代计划正正核心当中的时候，我参观和参加他的聚会。所以我直情感受到，知道神同在和神在这里的时候，每件事那种超然印证呢，你讲极都讲不尽。当然是一些很细微的事，但对于我一个这么理性的人来讲呢，哇！嗰啲知道係冇可能係巧合噶，一定係超自然配合噶啦。咁所以變咗喺呢啲聚會當中，我已經知道咧，我已經感受到咧，同埋經歷到咧，係喺神時代計劃教會係點嘅嚇。但係當神嘅同在離開嘅話咧，佢唔係神時代計劃嘅教會咧，亦係知道嘅，直成知道嘅。你一參加個聚會咧，就已經知道。耶利米書第二章第十一節：豈有一國換了他的神麼？其實這不是神。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。求能为你奉献这生命，内心立志献已成，撇弃世间众多的牵挂，全心寻着你踪影，尽心尽意也尽情，只管竭力尽心拼，尚存热炽内心中燃着愤青，想随着你心中坚定，伴着你走险危路径，昂然踏上末后极致使命。求能为你倾出生命，随从你话实践回应，存留在世上热爱火热情，尽力尽性，并尽我心尽情。